今天我们老板要我们喝一个名字非常难听的饮料，他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蓝教不是好不好？哪里？它英文名字这里写的是什么？蓝老师，蓝老师，蓝老师。可能它中文发音叫蓝教啊。对啊，好啦，蓝老师 ，OK， 蓝莓味碳酸饮料。可是它后面真的写蓝教啊，我还被制止。不是你们不喜欢喝吗？没喝过，谁喝过？到底？反正我现在就是打开了，对嘛？还只有一个杯子。我没喝过啊，你喝过吗？你喝过蓝教吗？没喝过，没喝过。哎、欸，它蓝的耶，它就蓝的。难怪叫蓝教。来吧，谁先？今天队长，其实蛮香的，应该蛮好喝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蛮重的蓝，美味。蓝美味，蓝美味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像它有什么。我以为他很气耶，他没有很气耶，因为他就买很久哦，回来会不会过期？看一下，我们老板最喜欢跟我们喝过期。对，哎、欸，这大陆买一瓶不到20块，真的过期，真的过期了。我刚喝了两口，2018年8月2号，才刚过期，那说不定是制造日期啊。Oh my god！ 没有，它只能保存12个月而已，过期了，老板。好啦，还是要喝，还是要喝。生产那还没过期，还没过期，哦、好臭、哦。没有啊，8月对，很臭。不是就蓝莓味吗？蓝莓味，很臭。嗯，还好啦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网络订购这一瓶多少钱吗？你不是说不到20块吗？糖浆味，在大陆买不到20块、啊，我虾皮买99块。哈？那也太贵、啊，代购费也太贵了吧 ？Hello， 赚翻呢、欸，买一瓶赚是5。台湾代购贵，糖浆。好像也没有什么蓝莓味的，其实蛮好喝的，对啊，它就是糖浆，可是它没有气，完全我跟你讲，它应该你要要看打开啊，完全好像清洁剂哦，对啊，根本就啊啊，它根本不够气，好不好？你干嘛放那么久？可是它其实过来的时候，感觉我洗厕所也是用这个，所以它放多久了？大概3个月，这跟我的95000有什么不一样？你那蓝色是98，好，蓝色是98，然后绿色是95，是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听他在乱胡乱。哦，所以你们喜欢喝这个蓝教吗？还是蛮好喝的、啊。嗯，我们没有喝过蓝教，这次喝还蛮蛮酷的，蛮不错的。没有人喝过，原来这就是蓝教的味道。有人喝过吗？有喝过吗？他没喝过啊，所以不用太为难。他没喝过，我没喝过，我也没有喝过啊。累了，我没喝过。姐姐，直接不否认，你赶快否认，我没有喝过啊。你们两个不是有男朋友？没喝过。嗯，你们男朋友没有买给你们喝吗？没有。哦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喝。嗯，对。送给你，这没有男朋友的。还行。剩下给我喝吧，没喝过。可以。你没喝过，来，我拍你。